培怀孕七个月女友产检，李亚鹏再做爸爸，恭喜晒李亚鹏啊！现年50岁嘅佢同王菲离婚接近9年，最近就传出再做爸爸嘅好消息，女方系俾佢细19岁嘅模特儿海哈金喜。之前佢被影到陪女朋友做产检，女方嘅孕肚已经非常明显，目测大概有7个月。来自四川彝族嘅海哈金喜曾经获得中国超模嘅冠军。有传为咗照顾女女李嫣嘅情绪，佢哋唔会举行公开嘅婚礼。今次传出再做爸爸嘅好消息，网友都纷纷送上祝福同恭喜啊！仔仔冇罩坐皇帝椅出巡，杨乐婷被批大意。杨乐婷上年帮老公添生咗个仔仔，一仔一女凑成好字，经常喺社交平台分享亲子片段。寻日趁住好天气，佢就孭住仔仔散步，仔仔高高在上，坐住张皇帝椅出巡咁款，开心到不得了。杨乐婷仲拍晒片同 fans 分享，唔少网民都赞佢系 super mom， 生咗 BB 之后仲系 fit 到爆。不过都有人批评佢嘅防疫意识唔够，唔俾仔仔戴口罩。虽然屋苑途人唔多，但始终系疫情高峰期，应该要小心啲啦。杨乐婷就话揾唔啱适合仔仔戴嘅口罩 size， 仲请教大家应该点做。有人亦俾咗几款适合 BB 戴嘅口罩牌子佢参考。防疫至上，大家切勿松懈啊！